干嘛？吉他也会，然后编曲也会，然后写词也会，非常欣赏。Up up up！第一首歌的主题就是最难忘的恋情。对，然后要大家好好认真的去写这首歌，因为我们五首里面会挑出两首，会有音乐制作人的编曲制作，还有发表。哇哦！所以大家要加油。好。但我觉得曲大概架构出来了，所以现在剩词，其实我们已经完成50%了，这你可以继续了。词也要写点点，好吧，好吧。干嘛？然后就发现他，吉他也会，然后编曲也会，然后写词也会，然后他又蛮照顾我的，这个人让我觉得非常欣赏。Up up up， 这样。It's the rain, my pain, 你那最后一句 always gets me, it's so heartfelt, my God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雨停了？哦，对耶。所以是不是要休息一下？是不是？还是你要帮我做？我会装那么厉害的。我跟哲言在原本是用一个 beat 写歌，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有过来问我们怎么样，他就说看要不要来他弹弹看他吉他。下一个。长突然很帅，突然好帅。以前从以前没有这样觉得过。好帅。很快听我们那 beat 之后，就马上可以抓到那个和弦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真的超厉害！黄好可以耶！什么？反正我们等一下就先把他的吉他弄进去，然后给他 loop 起。没有，我们要先录完。当然，剩下的时间您先请。剩下的时间啊，我搞录到8点哦，那就算了，那就。我今天很凶的，你明天一下挪时间好吗，大哥？我一下敲时间出来，可以吗？看一下喽。帮你煮咖啡。看一下有没有空哦。咦？别，现在要听大家的音乐创作了啊，有没有很紧张？有，很期待。我觉得。那个电吉他可以再脏一点，你知道那个声音吗？再炸一点，那即使再推出来一点，对。那你介意帮我弹吗？介意，不介意。没有，可以啊。但因为明天还有很多东西要，如果你忙，我们先预约了。你们先预约了。有时间再。好，可以。